你好，哎，喝一杯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何首乌茶。何首乌茶，哦，一般都是那煮鸡肉那个吗？在这边，何首乌，哎，好像我有吃过，因为我坐月子好像就是吃这个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对，哦，对啊，你要泡茶炖补都可以。请问一下，里面有位置吗？请一下凳子。哦，写凳子，好好。
请问这怎么卖啊？高和啊，高和110。很少看到这小颗的、哦。对啊，那个很好吃，很香。你给我称100好吗？好。这边有那个杏仁片吗？有，做什么的？做饼干的。饼干的呀。那饼干里面看啊，里面有。在冰箱。哦、好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这样了呗。110。110哦。那你先帮我放着，可以，是，这里192，那你就测200。看还有什么啊？哎，这个是什么米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吃？哪一个？那个是绿扁豆。这要怎么吃？那煮咖喱啊。哦。香料。绿扁豆。我看一下，好多、哦、好多。慢慢看，不赶时间你就慢慢看，好不好？嗯、老板找5块，找多少？5块。好。谢谢你。哦，好长哦，这第一个。什么装？可以不用袋子吗？加拿大。205。好，谢谢。厘米。438，这个是什么？第一次看到啊。好，好，它多少钱吗？看一下哦。你淘宝？你要什么？小龙虾好，你要大哥小哥？新货吗？给你的新货。可爱呀、啊！这个多少？小的70块，看大的。
等下来买。Hello，Hello， 谢谢。可以买呀、啊，起码有优待呀、啊。你吃看看啦，便宜150一包，起码100块。啊，江山这种一家的，我们做批发的，这个整件都可以包饭。看到这样，看到没？可以这样弄成包饭的，这纯素的，真的蛮很好的。我们批发给有机店买，只有这两天自己买。有时候我都用来简单，有没有？啊，对呀、啊，简单。牙真聪明呢、啊，牙真对好吗？可以买呀，我150给你100块，好不好？但是先不要，过完年没有啊，过完年批发不领卖的，再带2包，180给你。等一下，我再先走走 okay, 啊，谢谢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不要了，谢谢哦。
紧张啊！还单丝生，这戆戆，伊两只门拢无关嘞，两只门拢无关。飞电的，什么叫飞电？现在腰果都涨价了哈，都起价了呢，嘿，都涨了。大呼不顺，各种臭豆腐。请问这个有那一整包的在哪里？有五斤。哦，有五斤的呀。是。一整包就五斤了。哦，那我自己加好了。对。谢谢哦。文山大哥，你的电话，你们公司找你。不好意思，这个，哎呀。姐姐，不好意思，借我过一下，谢谢啊。那是鳗鱼。
等一下会给你明细，你看单子就好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买袋子啦，来，我给你快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要买袋子吗？好。一包而已，快来。好，180。玉米穗没有比较粗的哦，它都比较细哦，细哦。是哦，可以帮我称那个米豆，50吗？一斤的哈、哦，那个好，你帮我称一斤。嗨，玉米，你也帮我称50。好。它40块嘛，帮我称50。
OK， 谢谢啊，谢谢，新年快乐啊，好好，拜拜。拍完了哈，结束了哈。有拿到号码牌吗？还没有，没有。那我们没有了哈。没得牌了哈。号码牌已经发完了。好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年货公车呢，今天算是非常非常的吸睛哦，就在我们的活动会场。那当然也再次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长官，还有所有的贵宾，所有的客运业者好朋友们，一起莅临到我们的活动会场。那这个2023年货公车前兔似锦要新春的记者会就正式的开始。那想必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每年采买年货就是人山人海哦，尤其是我们这个三凤中街，不管是白天来或是晚上来，都是人山人海。然后也先跟大家说，我前天来到三凤中街的时候，我光是找停车位我就找了快要半个小时。然后今天发现有年货公车，就觉得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搭年货公车来是不是最好？我又可以不用花停车费，我又不用花时间找停车位，所以特别就由交通局帮大家规划了这个在年节采购年货的周边商圈，我们规划了路线，让大家可以直接搭乘着年货公车就来采买年货。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年货公车的外观跟内部，我们都做了一些设计，让大家有满满的年味。那今天在现场也有许多的贵宾来到我们的活动会场，先一一的为各位来做介绍。我们也请长官跟贵宾可以跟现场的朋友挥挥手打个招呼。首先先介绍给大家，就是我们三凤中街商圈武进昌理事长。理事长好。继续为各位介绍是釜山鱼市场许琼荣副理，副理好。以及我们港都客运戴兆根总经理，总经理好。以及我们汉城客运吴坤达副理，副理好。还有我们高雄客运陈可培总经理特助，欢迎陈特助。以及南台湾客运鲁贵宾副理，副理好。以及统联客运詹玉成专员，以及我们郑梦如市议员今天也特别到达我们的活动会场，好，是服务处的代表哦。那继续呢，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张淑娟局长，局长好。那还是要再次告诉大家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赶快扫描这个 QR code 加入我们年货公车的官方 LINE 账号，从今天一直到2月28号，每天都可以参加线上刮刮乐的活动。我们的奖项有超过200样，非常的丰富，每天都可以刮，每天都有一次中奖的机会哦。那在今天活动的一开始呢，我们也帮大家呢增添一点喜气，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师甲国小的舞狮剑舞团，他们带来舞龙舞狮的表演。那我们要请现场的贵宾跟好朋友们，是不是给师甲国小的小朋友最热烈的掌声，来欢迎他们带来舞龙舞狮的演出。
是给这个舞龙舞狮带来精彩的表演一个最棒的礼物哦。我们继续再次掌声，谢谢我们的长官跟贵宾。左前方，停留一下下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右前方也帮我停留一下下，右前方有摄影机跟相机哈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那接下来我说，前兔似锦要青春，各位台上的贵宾一起说新年快乐，可以哈，还有小朋友也要说大声一点哦，来。2023年货公车前兔似锦要青春，新年快乐！好的，谢谢我们舞台上的长官跟贵宾，也谢谢我们的舞龙舞狮。